第一次做紫菜包饭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周日。然后我今天刚刚接了个新朋友，他打算跟我在这里一起住大概几天吧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来到这里。然后我打算出门去公园去逛一下，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去接他。我们回家了以后，我们打算做一种特别好吃的菜，大家等着看我们会做什么呢？好的，那现在跟我一起出门吧。那边他们还在开音乐的，就是那种classical music， 感觉哇好 relaxing 呀、你看吗？哇好漂亮啊，天哪，天气好舒服呀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美，看见吗？在我上面都是树的。哎，不过我自己真的不想吃狗粮啊！天哪，去哪里都要吃狗粮。好像这里就是一个咖啡厅，它里面还有好多好多人呀、我很久以前一直说我很喜欢冬天，不过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秋天了。Thank you.
不到，我太矮了。因为我很久才有机会出门，也不是很久才有机会吧，就是很懒，所以今天要去看一看，全都要去看。在我后面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能上那边吧？我找到上那边的路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呀。好像那边有个家庭，哎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，那我就到这里吧。chú ơi ở đây có câu được cá không mà chú? Có ạ.这个风景心情太好了吧。其实大家走来走去看到我一直跟我自己这么说话，有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有点奇怪吧，不过如果你不害羞的话，那害羞的人就是他们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因为这里都是老人，大多数都是老人，然后大家来这里只是因为想运动啊什么什么，没有什么太吵的活动，所以你们来这里真的特别安静。回去了，我要去逛街去买一些东西，给我的新朋友准备一些东西。哎呀，我回到家了，我已经买了一些东西。那我现在就给我的朋友准备一道特别好吃的菜，是韩国的什么呢？小车梅紫菜包饭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准备做一道，就是韩国的紫菜包饭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一些原料，包括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，在我的手上有两个鸡蛋，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所以我觉得两个应该足够了吧。小春美，你觉得两个足够了吧？够了。好的。然后这个就是猪肉罐头。然后我们还有准备一些香肠，然后其他的配菜有胡萝卜、黄瓜、紫菜。对，我们已经煮了一锅米饭，但是现在不方便给大家看，待会儿我们做完了我就给大家看哟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先把手机煎好吧，把手机煎把鸡蛋，对。
现在就再等一等，等它熟了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放在一旁，等它凉一凉了，我们才再拿。我们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配菜，然后米饭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卷了。在我手上就是紫菜片。然后我就送这个给我的一个朋友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了。小春梅 ，Are you ready? Yes. Okay, so let's go. Let's eat together. Okay, let's go. Thank you, 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我们要吃了。Thank you.